我和富婆老婆的异常。老公，老公，该起床了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哎呀，我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，哎，到现在还有点难受，我不去了。那好吧，我有给你做的早餐，你等会儿起床别忘记吃哈。那我去公司了啊。好，我走了。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你还难受吧？好点了，没有那么难受了。哦，我刚才给你转了5000块钱，你中午好好吃饭哈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先这样吧。Later。哎，老婆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我不是怕你从外面吃不好吗？我今天特意早回来，我给你炖了鸡汤，还有红烧肉，还有麻辣羊蹄儿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你先看我电视，咱等会儿就开饭啊。不是，老婆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今天晚上和南哥他们约好了啊。你说你也没提前跟我说，那我跟他们说去行吗？哎，不用，既然约好的话，那你就去吧。那你做的那些怎么办啊？那些我自己不也得吃吗？哎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我等会再给你转点钱。你要请客的话，也给你大大方方的。行了，你去吧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少喝酒啊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去吧，注意安全啊。